这玉牌上面的原文应该就是开启这原文结界的钥匙。那就是战鬼宗曾经的辉煌吗？八万内生灵皆灭。这是一颗液体球，居然变成战甲了。它不是战甲，这是战鬼。看来你果然厉害，以后就叫你隐隐吧。我爹去查探这么久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怕就怕元文结界突然爆炸，魏苍兰正好查探到那里，岂不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？黑毒王，你说什么？我只是跟你一样，关心令尊和殿下的安危罢了。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你这老毒物的关心了。爹。魏苍兰，你怎么不去保护殿下？就这样回来，万一殿下出事了可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看到殿下他们往这边过来，你不会失去殿下这个主人的。哼，让各位久等了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再说一遍，属下该死，但大公子他确实是被周元所杀。怎么可能？就算魏苍兰牵制了黑毒王，但以浩儿养气境后期的实力，怎么会死在周元手上？那控魂笛呢？浩儿不是能控制那头巨蟒战魁吗？周元身边带着一头小兽，竟有太初境实力，把巨蟒战魁给打坏了。太初境？是，而且周元身边那个青衣少女的元文造诣极高，能刻画出四品元文。不可能，皇室若拥有这些力量，早就对我们齐王府下手了。属下句句属实啊。王爷，如今皇室实力大涨，还拉拢了魏苍兰，若等他们回来，必然联合周琴对您下手，我们必须早做打算。我还真小瞧了周琴，没想到皇室竟然有翻身的迹象。杀子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浩儿，父王会用周元的命来为你陪葬。我们马上回齐郡，整兵讨伐大周。是。那柳红那边，他知道怎么做的。小畜生，敢杀我儿，这一次我要灭你全族！这，周王残暴不仁，昏庸无能，致使大周残破，万千子民蒙尘受苦。今我祈愿，顺天应命，起兵伐周，救万民于倒悬，一战定天下。王上，齐王公然反叛，罪大恶极，理应全力征讨。臣愿为先锋，为王上征讨叛贼。王上，老臣以为楚天阳此举恐陷大周于水深火热之中。老臣愚见，魏苍兰拥兵自重，不听王命遗旨，此次必定不会出兵平乱。失此强主，我大周断无胜过齐王的把握。与其最后落个城破国灭的下场，倒不如先将齐郡等地割让于他，安抚其心，再与之议和，以保我大周百姓不受生灵涂炭之苦。柳豪，你乃大周重臣，如此割地求和的话，亏你说得出口。那我问你们，你们谁有把握抵挡齐王攻势？你还是你？柳侯这样说也是为了大局。
七号战死，霍灵穗被周元夺得，接下来该去结束外面的战斗了。今日你折戟在此，就没人敢再犯我大周边境了。殿下，我愿降服。四品蟒属兽魂，修炼祖龙经第一重，通天玄蟒签的材料就凑齐了。起来吧。谢殿下。累了，睡会儿吧。殿下身边有这头元兽和妖妖，再加上黑毒王，等于有了三个太初境强者，这实力足以横扫整个大周王朝，包括大将军府。此次夺得火灵穗，大将军功不可没。不过齐王府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日后若跟齐王府开战，还望大将军能鼎力相助。殿下放心，我大将军府定当全力铲除叛逆。多谢大将军了。诸位，我们离开吧。宝贝都收光了。这战魁宗颇有些实力，他们的遗迹怕是没你想的这么简单。没想到这里头竟然另有乾坤，幸亏瑶瑶姐神魂感知厉害。好复杂的元纹结界，看着能量波动，连我都不敢硬撼。这道结界极为特殊，必须用特定的元纹才能开启，若是强行开启，它便会自爆。这方圆百里，它是难有生灵存活。看来我们是与这门后的宝贝无缘了。那倒不一定。好，瑶瑶姐，难道你连这种元纹结界都能破解？这元纹结界，它是至少要五品元纹造诣才有可能尝试破解，我现在倒是做不到。不过若有了那道特定元纹，不就能打开它了吗？瑶瑶姐知道那道特定元纹？那自然是不知道。瑶瑶姐，你说话不要大喘气好不好？但我有一个猜测。这不是在求魔城中花20000元买的冤枉货？当初我就觉得它上面的原文特殊，现在对照着看，这玉牌上面的原文应该就是开启这原文结界的钥匙。这么说，那20000花得太值了。先试试吧，你们退到外面，免得我失手波及到大家。这道原文年头已久，也不知会有什么变故。大将军，你们先到外面等候吧，我留下来陪瑶瑶姐。是殿下，我去外面为你们护法。殿下放心，我相信瑶瑶姐。你就不怕危险？我答应过师父要保护瑶瑶姐的，怎能让你独留险地？我看你是怕我把宝贝都偷偷收走吧。殿下，我也留下。那其他人先离开吧。哦，是。开始了。
幺姐，小心！当心，幺姐。刚才我以为我们要完了，去开门吧。这里好黑啊。前面没路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多战盔？看上去是个战盔仓库，不过这些战盔的核心都处于休眠状态，而且没有被设置指令，不用担心。那他们就是无主之物了。这么多战盔，要是大周皇室能掌控他们，荡平齐王府简直轻而易举。暂时就别想了，这需要不少精通原文的人给他们逐个种下指令，激活他们得花费大量的时间。瑶瑶姐，殿下，小心里头有机关。就是战魁宗曾经的辉煌吗？生服天骄，殒命此间，宣此为罪孽之地，当受圣罚，八万里内生灵皆灭。就是这样被毁灭的吗？好残酷，竟然灭绝八万里内的生灵。只因为那圣族有天骄殒命于此，这也太霸道了。真不知那圣族究竟是什么，有如此力量。瑶瑶姐，怎么了？没事。瑶瑶姐怎么怪怪的？看来那是块记录石，记录了当年黑渊被灭时的景象。看看其他盒子里有什么。
幽卫，小心！幽卫，殿下，我没事。刚才那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你检查下器服看看。我的器服中多了一柄剑影，名叫阳明剑，能够收入器服之物，想必是一柄天元兵。天元兵，殿下，我将它弄出来，它肯定对你有帮助。幽卫，阳明剑好像在休眠，我召唤不动。天元兵都是有灵性的，会自我责主，这阳明剑应该是具备阴阳属性，他才会选择你。你就算将它取出来，周元也无法将其收服。可是瑶瑶姐说的没错，这是你的元法，没必要弄出来。来吧，最后一个盒子了。你们退后一点。这是一颗液体球，居然将原文刻画在液体上。瑶瑶姐，你能看出这是什么东西吗？你往上面滴一滴血试试。成战甲了，这东西有意思。它不是战甲，是个战盔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个战盔能与人融合，相辅相成，极大的增幅人的力量。与人融合？哦，你碰它试试。殿下，殿下不会有事吧？应该没事。好神奇的战盔，我感觉能像控制身体那样控制它。好强，这一拳威力堪比太初。殿下，殿下，瑶瑶姐，殿下这是怎么了？只是神魂枯竭罢了，休息一会儿便能恢复。没事就好。我怎么了？谁让你乱用那种力量的？这战盔与你融合，就会以你的神魂为动力。凭你现在的神魂境界，也想催动媲美太初境力量的战盔。幸好你没有施展太强的元术，不然你的神魂就被他榨干了。来，真险呀！本以为有了这战盔，我就拥有了抗衡太初境强者的本事，还是太天真了。瑶瑶姐，你神魂强大，这东西你正合适。这么有良心。你先前滴的血已经和它融合了，除了你，没人能用得了它。看来想要使用它，起码得将神魂境界提升到十境。你就偷着乐吧，这战盔不仅能增幅你的功法元术威力，以后还会随着你的元文造诣的提高而变得更强。战盔宗还真有几分能耐。能被妖妖姐如此评价，看来你果然厉害。以后就叫你莹莹吧。好像没有别的宝贝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嗯。等回大周，就让父王派人来收编这些战盔。
什么？黑毒王投靠那废殿下了？马上回去向王爷禀报此事。是。周元，你今日所作所为，齐王府将百倍偿还。火灵岁就要盛开了，黑毒王只能拖住魏苍兰了。没想到魏苍兰这边也有太初境元首，看来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啊。两人拦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跟过来。一个只会耍嘴皮子的齐日天有什么好怕的？这小子怎么可以接下我的全力一击？配套元素具有超强防御力，看你还怎么跟我斗。魔毒这一大倚仗，黑毒王吃亏不小。不过两人都是太初境强者，没那么容易稳住胜负。还真让我意外，区区氧气境初期竟能跟我斗到如此程度，元气却还未枯竭。哼，你也比我想象的难缠一点。死到临头了还嘴硬。中品玄元术，天津焚元枪。中品玄元术，黄极印。受死吧！
这都还没死，连我都忍不住想夸你。可惜我有军师不破，防御力远胜于你，所以笑到最后的一定是我。没想到你死之前还是这副令人讨厌的表情。我只是觉得你可怜，谁输谁赢都分不清。装神弄鬼，死！我的身体怎么回事？这是天元笔的第二道原文，叫做侵蚀。我喂养了几个月的元兽精魂，才让他在前几天觉醒过来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气被带走了，守御！什么？中了！可恶！我的元气！先前我的天元笔每一次刺穿你的皮肤，都会有一根肉眼无法察觉的毫毛侵入你的体内，他们会潜伏在你的血肉中，偷偷侵蚀你的元气，最终带回天元笔，为天元笔提供元气。不愧是苍云师父曾经的圣元兵，两道原文就如此神奇。混蛋，你以为用点卑鄙手段就真的赢了我吗？恢复元气，非把你这废物碎尸万段不可。无能狂怒又有何用？你已经败了。我要让父王发兵，把你们大周皇室诛杀干净。至于你，我死！火灵髓母体周边衍生出的种子，离开母体就无法存活到收成。不过只要采得了这株火灵髓母体，回去后精心栽培，便可繁衍出更多的种子，到时候我大周便有独一份的四品原石资源了。此次将军府有大功，等火灵髓成熟，定有将军府一份。那我先行谢过殿下了。也有你一份。我只是好奇它是什么味道，可不稀罕。接下来该去结束外面的战斗了。陆统领，我劝你死心吧，就凭那废殿下的实力，恐怕早就被大公子收拾了。闭嘴，老实待着吧，大公子出来，我会让你进去给他废殿下收尸的。恐怕要去收尸的是齐管家你了。哼，殿下，怎么是你们？大公子他齐浩已经先走一步，谁再敢顽抗，我就送他去见齐浩。怎么可能？少林，齐浩战死，火灵髓被周元夺得，不过他们的人马也是元气大伤。很好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
之力，这等能量，就是天官境也挨不了一下。收了，妖妖姐。上前一步者死。太初境元素，去了也是送死。我们走。是。妖妖姐，你没事吧？四品蟒鼠兽魂，周元，不要错过。幸好没被吞吞吃了，不然要想再找到第二条四品蟒鼠元兽，不知又得费多少时间。100盘元兽肉干，成交。这下修炼祖龙经第一重通天玄蟒器的材料就凑齐了。吞吞，解决掉黑毒王，再给你200盘肉干。跟我战斗还敢分神？魏将军何必咄咄逼人，我不过也是替人办事而已。和你身后的大家伙说去。伏魔掌。没脑子的畜生，我的毒气你也敢碰？畜生就是畜生，居然自己找死。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，竟不怕我的教魔毒？殿下，我认输。 你放我离去，我宁愿大周一死也好。今日你折戟在此，就没人敢再犯我大周边境了。那我投降大周，为皇室处理怎么样？殿下，此疗狠毒狡诈，小心被反噬。殿下，请给我一个效忠大周的机会。妖妖姐，你有什么手段能够控制住黑毒王，让他日后不敢生出反心？有是有，但得在黑毒王没有丝毫反抗下才能施展。黑毒王，你若真有此心，就下来任我处置。若不愿意也没事，就用你的命为那些死在你手里的大周子民赎罪吧。别打了，我愿降。殿下，殿下，我愿降服。你若真心降服，就让我在你身上种下一些手段，如何？是。抬头。黑毒王，收敛你的元气，不得有半分抗拒之心，否则此法不成，你就准备受死吧。这叫锁神子母纹，若你敢心生反意，只要催动母纹，你的神魂就会顷刻覆灭。这是母纹，若他有一心捏碎即可。日后你就为我大周征战，也算是为你造下的那些罪孽还债吧。是殿下。